In the age of entertainment, many young Chinese are getting more into live-action role-playing games. This type of game allows the viewers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haracter story and solve a mystery. Live-action role-playing games usually take about 4 to 6 hours and are played by a group of 5 to 8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props and costumes, players can get away from the daily grind and enjoy the excitement of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Today, we are lucky to meet a popular live-action role-playing studio's owner, Mr. Hu Ningfeng, and learn why this type of game is popular in China. 主要还是在于整个的游戏的形式会受到这些人的一个喜欢，不管是我会换装拍照，我可以发朋友圈，还是说我整个在游戏过程中的享受，我可以通过脑力的互动，我可以通过逻辑的碰撞，或者说我们互相演技啊，我去释放我的表演欲啊，这些方面其实都可以让他们在这过程中享受到乐趣啊，所以我觉得它综合而言就是两点，第一是社交，第二点是他们在这过程中享受到了线下娱乐给他带来的这个乐趣。玩家的话，他们会拿到一个剧本，剧本中可能是他们完全没有体会过的一个人生，玩家可以在3到4个小时之内，虽然不能说完整的体会一个人一生嘛，但可以了解很多人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价值观是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条叫第三人生。这个词条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人一辈子他有一个人生叫第一人生，第一人生呢，它就是你不得不过的现实人生啊。然后我们所定义的第二人生呢，是指你理想中的完美人生，但我们 NICE 想要做的是给到你一个第三人生。这个第三人生干嘛的？它是给到你尝遍人生百态的渠道，给你一个第三人生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在第三人生中不断的去尝试别人的人生，那样子你可以在第一人生的反思下，我不断地往第二人生去发展，但是你会发现你心中的完美人生也不一定是完美的，也许在很多你所之前理解的这一个人生中，它有一些是错误的，那你可以通过你不断的尝试和体验，让你的完美人生更加贴合你的现实人生，所以这是我们真正 NICE 推理馆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想让人能够更加的活成一个更好的人。The mystery solving game is not only for entertainment, but also for social networking. Let's meet some of our players in the studio. 我有个朋友，他经常玩这个，然后他自己会召集一些朋友，然后他也会在朋友圈发，就是可能少几个人，然后我看到了，我也会去。对的，能在一块玩就行了，相聚就是缘分嘛。The live-action role-playing industry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in China.The number of live-action role-playing studios was 12,000 in 2019, and the number climbed to more than 30,000 in 2020. 我觉得这个行业在接下来一定不会像狼人杀一样，它过了一段时间就不火了，因为它其实真正的定义的叫实景娱乐。实景娱乐里面构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不管在现在非常火的像剧本杀、像实景推理。像这个密室逃脱、沉浸式话剧、沉浸式演艺剧，这其实都是属于实景娱乐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东西。其实它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多的新兴元素加到这个行业里来。他们在未来，当然它也许会殊途同归，变成一个合在一起，变成一款产品啊。这里面的元素则其中几块就变成了一个游戏，则其中另外几块又变成另外一款游戏。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发展会在未来越来越壮大，它会对标影院。它会对标洗浴中心，对标棋牌室，它会成为年轻人，或者说慢慢的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新鲜的娱乐业态。对，这是我对它的定位。就是代入感强一点吧，然后更加有体验游玩的这种过程。我们是本身比较喜欢《明星大侦探》，然后正好也有线下这样一个体验的地方，然后就来了。对，尤其是实景本，实景本更有代入感，所以我就还可以换不同的衣服。In the future, many studio owners are planning to spread the live-action role-playing craze around the globe. 因为我们在国外的话，目前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多伦多项目，一个是伦敦项目。本身两个项目本身也。就本身它就不太一样，多伦多是我们向国外的一个现有店家授权了我们国内的产品，然后伦敦是我们自身通过直营的方式在国外做这个店铺，然后放的主题呢其实也是适当的根据国外玩家的一些这个接纳度去进行了调整，包括我们的剧本应该也会做音译，一些
中国特别有的一些元素，我们可能会把它转变一下，因为国外对于中国本身有一些历史朝代上的东西它其实不会特别了解，所以你如果一下接受的信息量过大，那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啊，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主题两个版本，一个版本针对于国外留学生，一个版本针对于国外，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起源就是在国外啊，国外最早起源比我们国内还早。那实景推理它其实更是，实景推理在国内就发展了3年啊，整个推理游戏它其实本身是以内容为核心的，不像是密室逃脱，密室逃脱内容其实它占的成分会相对比较低，它更多的是以机制和演绎目前的国内的产品，所以到国外之后我们可能会适当的也会降低一些内容上面的占比啊，更多把一些相关的配套技术给它增加上去，比如说演绎，比如说交互，那让国外的玩家能够更容易更好的上手玩这款游戏。对，然后我们整个国外的这个场馆设计也可能不仅仅是只做实景推理这么一个室内实景游戏，它更多的会把一些适合国外的桌面本，或者说是光是圆桌讨论的那种游戏，我们可以更多的加进去。这样子的话，我国内的产品除了 NICE 本身的，我可以把一些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也输送到国外。啊，所以我觉得综合而言的话，我们对这一个项目是比较有信心的，而且我们也做过相关的市场调研，因为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合伙人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做了一下除了留学生之外的市场调研，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对于这个产品就是我想玩的形态吧，啊，还是比较充足的。For Pandaily, I'm Tina Wen.